Hello， 大家好，我是 T-Shell， 这里要跟大家宣布，我的 YouTube Membership 正式开通了。目前我的 YouTube Membership 呢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每个月20块的 Standard， 还有每个月20块的 Elite， 以及每个月40块的 Elite Plus。成为我频道的会员后，可以看到的专属资讯包括数据分享，比如每日破新高和爆量的股票，还有每周管理层买股的公司，一些 research report 的摘要， annual report 的摘要，其他股市资讯分享，比如 Dato ADO 目前持有的24只股票，还有持股量。 Elite 等级以上的会员呢，可以看到一些 AGM 摘要，而 Elite Plus 会员还可以看到季报分析。要加入我的 membership， 你可以用 eWallet、Credit Card 或者 Debit Card、Hotlink 或 Maxis 账单，或到 7-Eleven 买 Google Play Credit 来付款。那么要如何 join 我的 YouTube Membership 呢？首先打开你的 YouTube Apps， 然后搜索我的 YouTube 频道 TCL 马股投资。找到我的频道过后，点击进去。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可以点击左边的 Subscribe Button， 然后按右边的 Join Button。你也可以在我的任何影片下方找到这个 Join Button。点击 join 之后，首先你会看到5块和10块的 membership level。如果你纯粹想要 support 我的话，欢迎你 join 这两个 levels。继续往下滑，你就会看到 standard、elite 和 elite plus 的 level。选择你想要 join 的 membership level， 然后按 join， 接着你就可以选择付款方式。这个在之后每个月呢就会自动付款了。加入成为我的会员之后，你就可以到我的频道观看这些 members only videos 会员专属影片。此外，在上面这个 bar 拉去右边，你会看到一个 membership 的 tab， 点击进去过后，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会员专属内容，包括文章和照片。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 TCL， 我们在会员影片里面见啦，拜拜。